啊，大概会有规划这些几个方向，不过光看我都觉得这里面应该会行程满载，为什么？因为太多了，光要讲一个其中一个就会非常花时间。大概几个啊，比如说输入自动化里面也许用跟 Google 表单有关系，或者跟现在我觉得延伸像现在物联网很多资料它会自动输入一些东西取得一些资料哈。那比如说像 Google 表单这个部分哦，有同学也我上学期就是上期课程也有提到 Google 表单的应用啊，有同学也真的去用了，结果后来他发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今天等一下会解决哈。我觉得他的问题还不错啦，让他把问题寄给我，然后我把他帮他解决出来，也弄了一个范例给各位看哦。啊，另外第二个单元也许就是表单跟资料库啊，也许下一次上课吧哈。再来就是说有关那个工作表的合并跟汇出资料库，那还有就是说呢，把 Excel 当资料库与查询系统。也许你今天有大量的资料，你可能会需要怎么样？可以马上做出一个简易版的查询系统，或者是更进阶版的查询系统。那所谓的查询系统，以前就是大部分都是透过 SQL 啦，但是在 Excel 里面呢，如果你现在你也想说 SQL， 如果不用 SQL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当然有，好，而且反而更简便哦，而且几乎 SQL 能办到的 Excel 里面也都办得到，那你何不就是用 Excel 就好了。但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合一个可能小单位或者是个人使用，其实还蛮好用的哦。因为你说真的啊，所有东西都要连 SQL Server 或连 Server 哦，其实真的还蛮麻烦的，所以你还要有个 Server， 而且你还要权限嘛。但是一般人不是说每天都还可以，而且你还要为了要连什么东西还要去跟管理 Server 的那个MIS 或者什么哦，跟他还要个权限，那麻烦。所以你可不可以自己快速的建？那可以。啊，另外的话呢，也许可以，甚至不只是查询哦，还可以批次查询。比如说你有大量的查询条件，你也可以让它自动，你给它一个条，给它大量的条件，它会大量帮你把资料跑出来。啊，另外还有跟云端怎么做连接，还有跟网络怎么下载资料。也许你有一个下载资料的清单，如何把那个资料批次按个按钮哦。Excel VBA 自动帮你把网络上的资料全部一个一个一个放，你可以怎么放呢？你可以放在同一个工作表一直往下放 OK，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一个网页的资料放一个工作表，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一个一个工作表哦。哎，这应该不是挺困难的。那你下载之后的话，你也可以再做格式的变化，那些都没有问题哦。还有像工作表的相关应用哦，相关处理这个比较多。还有就是说活页簿的相关的处理，还有跟档案这个处理等等哈。啊，另外的话还有表格啊、图表。我刚刚有秀一个那个我们刚刚那个范例，啊，那个范例里面就跟那个图表有点关系。还有就是我刚刚讲图案处理，好，快速汇入图片到 Excel， 这个里面的话哈，大概就是几个啦。你我想你慢慢习惯，就是一你要先找到我们的范例在这里。二哦，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其他补充范例，二的话就是把这个范例，理论上我每一个范例都会有一个范例档，也会有一个程式码，哦，不过可能那个完成档应该是我看得到，你们可能看不到，因为我这个有一个完成档，这个我自己我将来要 demo 的档案，哦，那你可以把这个档案下载，把这个程式码打开，打开记得右上角有一个弹出视窗，一般要弹出啦，如果你没有弹出哦，你直接点，直接这样选贴上好像会有问题。像刚刚这边哦 ，Ctrl C 对不对？也可以 Ctrl C， 不过你如果把它直接贴到那个这个里面哦，把它贴上，好像会变成这样子。因为呢，你直接贴哈，它会中间自动帮你换了一行，而且没有帮你缩排，好，所以为什么要弹出视窗？很多同学就没有弹出啦，一贴上然后慢慢自己在那边修改，哦，所以记得就是要把它弹出。再复制贴过来，直接记得就是说这边多一个模组，然后把它贴上，哎，就 OK 了，哦，所以其他部分的程式如果有各位有时间的话，哎，也可以试试看，哦，这里面有蛮多类似的东西。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是先来讲一下有关那个 Google 表单这个部分，哦，那后面的话陆陆续续。那首先的话，这个主要会用到那个像Google 表单啊，或者是其他，主要是输入一些资料，那久了之后它就成为
也许我们一般所讲的那个所谓的大数据啊，那这个大数据里面哈，当然维基百科里面有相关的叙述了啊，它当然里面可以做哪些事情，这个里面有个重点啊，指的就是说呢，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特别注意哦，无法透过人工，所以也就是说哈，如果你不会用那个 VBA 处理这个资料所谓的大数据的话，那你就根本没办法做后面的这个结果截取了哈。那在合理的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啊，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形式的资讯，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所以关键应该是在无法透过人工 ，OK 哈啊，无法透过人工，那是透过什么呢？人不能做，那是透过机器人吗？没有这种机器人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自己要把它变出来 ，OK 哈。方法的话，当然就是需要透过电脑啦。那里面的话，当然维基百科里面有提到，就是，它有几个定义哈，就是说有几个方向，不外乎就是量一定要大，量，资料量，速度很快，咻咻一下资料就进来了，哦 ，OK。再来的话呢，它的格式是多变的，它不见得是数字。它也不见得是文字，它也不见得是日期，它就是也许夹杂的，像随资料库为什么不能处理？因为资料库都定义好了啊，这个只能放那个多少 bit 的资料哦，你超过就不行哦。可是问题，大数据有个概念，就是多变的。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需要多大的空间，放什么样的资料，但是我需要你放资料，怎么办？没关系啦 ，VBA 有个好处，就是哈。你先放没关系，反正你就先放我放在储存格里面，那 VBA 在后续做处理就好了嘛。我也不要你预先定义好，这个一定只能放文字。哎，有些像那个资料库啊，哦，文字你只能放就是100个字，100个 byte。那如果你超过怎么办？嗯，很抱歉，超过的东西不能放，不行啊，我怎么知道我到底要多少东西？有些东西是多变的嘛。尤其是像现在资料产生，谁知道会产生什么资料出来，对不对？做了之后才知道啊。OK， 那所以会有几个，就是量一定大，量快，好，然后多变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说，可能多奥巴马，所以奥巴马哈，现在可能要换人，不知道会不会换川普，我就很忧心。如果换他，像美国会怎么样？哦，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不？如果真的川普上任哦？他会第一件事就是叫墨西哥先那个围个哦，然后开始把墨西哥人赶回，老墨都全部赶。没有，这重点是奥巴马不是他了哈。奥巴马他讲说他要投入哈2亿美金来开发大，因为他说大数据将会是未来的石油。哎，你想说石油跟这有关系，就是很值钱的意思啦。OK， 也就是说哈，如果你比别人还要更快的话。当然哈，哎，你的机会，也许你的商机就比别人多啦。这当然同样的道理哈，所以怎么去做？那当然，其他还有像其他的解释啊，3V 哈，就刚刚讲到3V， 其实其他 IBM 也有一样的，不过 IBM 这边有多一个，就是叫 velocity， 就是多一个，除了刚刚这三种之外，有没有量、快跟多变之外，还多一个就是得到的结果。哎，得到的资料还不知道是真的跟假的，也许就像说有些乡民有没有？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出来啊，你也不知道到底他讲的还是对还是错。所以像最近不是有什么很现在那个滚雪球很大那个什么白色恐怖，什么宪兵突然跑到人家家去啊，那个好像有一个魏家那个女儿，她就是po文，那大家也不知道到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后来才知道啊，原来这是真的，她以为这又乱爆料等等哈。所以一个事情出现之后，如果你不知道是对或错的时候，那你当然还是要先去做一些，也许什么，你可能要做一些前置处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变数哈，你需要去做一些前置的处理。那应用范例当然很多了哈，有这一些，包含就是我想得到的应该都包含在里面了。那政府啊，所以政府里面有开放资料了。不过想讲到开放资料，就是也是这样，像。很多资料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机密，那你为什么都不？你反而越把它当机密，人家会越觉得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
可能其实没什么事情，但是因为你越做这些事情，人家才觉得越奇怪。所以越开放的政府哈，大家越不会想要知道啊，原来这政府其实也没什么，就其实政府就是只是你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就好了。但是你越是啊，这里说这机密，那大家人民就会越不相信。所以很简单，现在政府应该走向开放，好，所以很多国家比较先进国家啦，反正我都让你知道嘛，可以让你知道我就让你知道了，那你也不要再讲话了，乡民也不会再酸来酸去，因为很多见缝插针在那里做文章的人太多了，反正什么都公开了嘛，那你怎么没什么好讲的、啊、对不对？好，反而就是你不讲清楚，所以现在的策略最好的策略哈、哦，就是诚实啦，你就诚实就好了嘛，好。所以我前一阵看一个新闻是说那个什么克林顿哦，跟那个什么那个实习生的事情，然后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策略，诚实。他刚开始是不承认啦，不过这个事情快要被爆发出来，他马上讲说我错了，我承认。哎，果不其然，后来真的哦，媒体就不再追问了，因为你错了嘛，啊你也都承认了嘛，啊我们还能怎么样？哦，当然你有一个骂名啊，那、啊、当然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不过至少它不会像那个野火燎原一样、哦、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需要做一些资料的公开、哦、那所以说现在网络上天气太多了啦，你中央气象局随便抓都有，所以呢如果你要做一个 Excel VBA 自动去抓那个天气的讯息，其实都不会有问题，股价各位可以啊，健康这个可能就有点问题了，不过现在那个什么物联网、哦、也推这个啦，就是说它可以知道你所有的健康讯息，包含就是你的呼吸、心跳，还有你有没有睡眠充不充足，还有你的就是一些等等的习惯，有没有现在很多那种相关的那种东西都很多啦、哦、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呢拿来做分析。那业界的话目前使用大数据当然很普遍啦、哦、那其他的话还有像是那个就是现在毛氏三年，不过毛氏已经下来，现在是张氏了哈、哦，它开放资料、哦、等等的，还有像一些金融业也有开放资料、哦、诸如此类的。那这里比较重要就是说、哦、那个量、哦、以前会认为说值重值不重量，不过、哦、在大数据观念刚好相反，重量不重值，量大之后才有意义。所以、哦、你量不够大的资料、哦、它都没办法讲话。但是你量大之后它自然就讲话了，但对还是错呢没有人知道，交由量去处理，因为有的时候你刻意要去像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 Google 地图里面嘛，啊，如果说像商家他要操弄说我都五颗星，可是你量大之后你没办法操弄，为什么？因为很多客观的因素都加进来，不是只有你认识的人才会去评比啦，如果你实在是很糟糕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哦一颗星的都越来越多，那你就被拉下来了、哦、所以量会比值来的大，这个观念可能你慢慢要转变一下、哦、OK， 那大概会有这些观念，我想这个的话、各位了解一下 OK 了。那我这边的话有一些相关的范例、哦、Google 表单部分我这边有刚有提过、哦、就是 Google 表单的使用方法、哦、因为在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有相关的分享，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可以到我部落格里面好像打个这个搜寻一下关键字吧，里面我记得好像我就会有一些在这边搜寻网志吧、哦、在这边打一个好像云端问卷吧，之前有在那个新北市的某一个处室、哦、帮忙做问卷的那个授课，然后呢这边的话你可以、哦、问卷或者是 Google 的相关资料、哦、这边就有一个叫云端调查与 Excel 的统计分析研习，那这个是之前上课啦，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补足我们这个课程哈，有些可能没办法太多延伸的，那我会把焦点放在后面，就是说如果你资料假设这边有一个这个得到的结果啊，这个刚好有同学哈回去就处理了，但是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Google 试算表里面有个复选之后的那个资料切割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到底有哪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当你从那个 Google 的试算表资料放上去之后的话，我希望上课内容以哪部分为主，刚刚有各位有做过嘛、哦、那你们是用 option、不是用 option， 你们是用 checkbox 打勾的，有没有？
那会有个问题，如果你是打勾的话，它会变成这样子，有一个资料逗点，逗点，哎，那问题来了，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些通通切割出来？切割出来之后才能做后续的统计啊，我才能知道说，哎，选这个的有几个，选这个有几个，对不对？那另外，当然电脑程度这没问题，因为是 option 嘛， option 是单选的，单选的话呢，它一定是一个，可是复选的话就会有问题，所以他就问说，老师问题来了哈，哎，那我把那个 Google 表单的试算表结果下载成 Excel， 那我希望能够把这些的资料切割出来，从很多个逗点变成一个一个的，哎，这要该怎么做？如果你没有更好的策略的话，怎么办？你可能第一个想说，哎，资料剖析，它里面有功能叫资料剖析，资料剖析应该都用过吧，哈，就是用逗点嘛。可是问题来了，逗点完之后有长有短，那你怎么样再把有长有短接成同一栏？因为你这样有没有切割完之后，它会跑到旁边去嘛？啊，有的很多，有的很少。那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样把它集中在同一栏？对不对？自己再慢慢 Ctrl+C，Ctrl+V 吗？这个好像不是很好的策略，而且这么多资料，所以我们希望最好是写一个 VBA 的。当然，这个按钮的话没有做了，你可以加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自动帮我把这些切割完，放到这边来，就解决了。啊，怎么做？我想，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关于有关大数，这个也是大数据处理的一部分啊，不确定格式的资料处理，那这个都活的啦，哦，我也不知道说到底可能的问题怎么样出现，但是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你就马上可以把它解出来。OK， 这里的话，那请各位，哦，有这个问题，那问题最后做出来，希望，哦，帮我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旁边也自动做这个图表出来，而且这个图表，哦，我甚至同学还问了一个问题说，它出来的时候呢，可不可以慢慢出来？因为他啪一下全部做完，因为 VBA 电脑跑太快了嘛。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让他，哦，感觉好像有开，就是那个投票不是有开票吗？开票不是慢慢一票一票一票？你可不可以慢慢那个图表也做出那个开票啊，慢慢出来的那个效果？好，哦，哎，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想到如何让你的 Excel 其实就是 VBA 跑慢一点，怎么样跑慢一点？”就是跑一秒，可能跑一个动作，一个回圈嘛，哦，先停个大概 0.5 秒之类的，然后再换下一，因为你跑太快，咻一下图表就出来了。你如何让那个你的画面慢一点点啊？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到，哦，所以请各位等一下先做一件事情，大概知道这个问题之后的话，那我的那个范例档，哦，请各位注意一下，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其他补充范例的第三项，有一个叫 Big Data 的那个数据的补充，有没有？那这个都是有关统计方面的啦，哦，各位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因为你们可能是这样啦，网格这样，你切到清单，我觉得比较清楚。这个哈，哦，那我一样会有个范例档，所以请各位把这个范例档下载，然后想想看吧，程式就在这里。看一下，其实我有点有时候也是写怎么写出来，其实我也有点不太记得了，哦，不过至少写出来了，然后我回头看一下，哦，我就知道了，其实非常简单的，程式没有很多了，这样一点点，这个是切割的，这样是清楚的， OK，哦，所以等一下 demo 给各位看，哦，啊，另外的话呢，等待 0.1 秒在这里， application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 wait，也很好记吧，等一下嘛 ，wait， 哎，那 application 这个物件里面有很多方法，都是可以控制 Excel 做什么的。OK， 好，哦，试试看。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把那个范例档先下载下来一下，想想看啊，也不见得一定要写程式的。我想有时候写程式也只是下下策，但如果说你有一些函数，我想想看，好像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切割完，它就变成同一栏。哦，那如果有，当然最好了。我想来想去好像应该是没有，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哦，我想可能也只能用 VBA 了，哦，
如果有你可以告诉我啦，我觉得等于是多一些方法，不见得一定需要写，我想写程式也是下下策啦， OK， 好，如果可以的话你用前的方法，好，